来，各位好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五局中场呢，依然有邀请到我们女孩要来进行的是我们中场的舞蹈表演。首先，在我们一垒侧要借用各位的掌声、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裴雪。的陪选 Sisters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将时间交给我们在三垒侧的繁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看到他们已经就定位了，今天一三垒有不一样的风格要呈现给大家。接下来三垒侧的球迷朋友，借我你最热情的掌声跟尖叫，来欢迎 Passion Sisters。我们也让两边的 Passion Sisters 一起站在舞台上让所有的球迷朋友来捕捉一下，给我们一个定卡不管是帅气还是甜美的 pose， 给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来捕捉一下画面。今天呢的三垒侧其实他们有偷取一个队名，总共是有几撞？56撞，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算一下，总共撞了56次来，大边两边我们一起来拍摄一下照片，一垒侧这边。好，